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。你笑得像光芒，蓦然把我照亮。风轻扬，夏未央，林荫路，单车响。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。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小心啊，真水，等会我去拉住他，老规矩，趁机袭击他。好。法术系逆天项链，妮妮，你的装备。哇，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法术系逆天项链。芦苇微微，有没有兴趣 PK 一把？可以。那 PK 总得有点彩头吧？刚刚 BOSS 掉落的项链作为赌注，你看怎么样？原来你看上的是项链，不过那不是我的装备。那我跟你来一局。你是本服排名前十的帮主，我跟你比必输无疑啊！你可以让芦苇微微代替你打呀，若输了，我给你法术系逆天戒指，你敢吗？微微，好啊。那行，五点，精灵城外客栈见。真水，
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里有怪要过吗？微微，我们结成侠侣已经半年多了，你还叫我真水，是不是有点别扭？要是叫你无香，好像更别扭吧。老公，老公，今天的任务是十二只三眼猴，你帮我杀了他们吧。老婆，你在旁边看，我来帮你搞定。好。微微，你是在帝都念大学吧？我也在帝都，我们要不要出来见个面？我请你吃饭。我知道有一家日料非常不错，不比日本的米其林三星差。不用了吧，大家游戏里玩得开心就行了。现在有个说法，不知道和你玩游戏的是人还是狗，我想确定一下，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。你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看吗？煮面之前就不能计算一下电流量吗？拜托大姐，我是学计算机的，又不是学电工系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的面还煮着呢。什么怎么办？面粉我一半。好了。得我们理工科的女生很难解决终身大事，电工活都自己干了，还要男生干什么呀？啊，第一，电工活是我干的，但跟你找不到男朋友没有一毛钱关系。第二，二喜同学，电脑里的朋友正跟我要照片呢，我突然消失了，人家肯定以为我心虚不敢给。说，你怎么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费？啊，就是你游戏里面的那个侠侣真水无香。哇塞，微微，打住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又偷窥我玩游戏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啊，哎，那你到底给不给他照片呀？当然不了，当初是为了做领地任务才结成侠侣的，给照片也太奇怪了吧。不过这样直接下线也不好啊，最起码要找个什么借口，比如说电脑坏了，照片全没了之类的。不会吧，电脑坏了，照片全没了？你也太乌鸦嘴了，怎么坏了呢？微微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昨天借用电脑的时候，我一不小心把电脑给摔了。你往哪跑？你往哪跑？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啊！把我电脑弄坏了，还有心情吃东西，门都没有。走。这么好的天气，小林去见男朋友，思思参加同学会，我得去陪你修电脑，这大好的春光全都浪费了。你还好意思讲？是谁把我电脑弄坏的？走。妍妍。最近有几个电影要上，我们把电脑送去维修之后就去看个电影吧。我不放店里，打算买个主板自己换，又省钱又快。再说了，我今天晚上就要用电脑。要不要这么急呀？当然急，像我这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计算机系学生，一天都不能离开计算机，好吗？呵呵，说人话。
晚上约了人切磋。我就知道。唉，一眨眼我们都大二，万万没想到，在这个男女比例这么悬殊的清大，在这个更加悬殊的计算机系，两年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人清我，太可悲了。你当初选择这儿，不会是因为这个吧？哎呀，当然不全是了。理工科全国第一的庆大，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，计算机系也是我喜欢的专业。但是，这一切都不妨碍我考入终生大事啊！快过去看，快走。看什么呢？计算机系和生化系，肖奈作为主力，这次一定能看到他吧？那可不一定，肖奈已经大四了，而且他很少出现在学校里面。据说论坛上面那个神秘贴也已经没有更新了。我看啊，这一次说不定又是个噱头。管他呢，去喵野又不会吃什么亏。再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见他本人了嘛。这倒是，啊，想想就心痛。他为什么不读研呀？就是啊，太可惜了。就是。哎，你们宿舍都得去啊！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占座位。对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竟然也这么花痴？那当然，大神哎，他发布的每个软件我都下了。如果学校要像游戏里那样弄个等级榜，他一定是各种技能的 number one。少女，你好有内涵。我只看脸和身材。切，你们天才的大脑啊，我是无法理解的。对了，上次他游泳的视频到底是谁黑掉的呀？我好想看啊！嘘，走。依然，我们买这个。哎，娜娜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人家，怎么让人家帮我呀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前两天呢，我认识一个他们宿舍的人，所以我才想到这一招的。我们买好内存条，然后上门求助。我就不相信人家听到你的名字还会有不帮忙的道理啊。放心啦。啊，那个已经跟他说好了，货已经发过去了，你让他查收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五百。五百啊，这么贵啊？你去问呀，都是这个价，东西不一样的好吧？那你便宜点，四百五怎么样？一毛钱都不能低，已经是最便宜卖给你了。老板，你这个价位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啊？你这个内存条上面金手指的光泽不对，明显就是二手的。你当全新的价格卖，还贵一倍，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？胡说，你懂什么呀？别在这瞎掺和好吧。我是计算机系的，能不懂吗？你这个店就开在学校门口了，卖东西却这么黑，传出去以后生意不太好做吧？就是呀，你这也太黑了吧。哎，以前的老板呢？哪去了？坏人。什么以前的老板？一直就是我好吧。你们两个小姑娘怎么回事啊？专门来找茬的是不是啊？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满嘴跑火车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同学，这个牌子内存条100-200多就可以了，不信的话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。网上卖的呀，都是假货，这当然便宜了。这个好像是贝贝贝。这位同学，谢谢你，我相信老板是不会骗我的，而且人家开门做生意，赚点钱也是应该的。
出一副特别高尚又体贴民情的样子给谁看呀？我们帮他反倒成了小人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因为你是贝微微，他是孟逸然。孟逸然，你不该不知道是谁吧？小花，小花。哦，我说怎么有点眼熟呢？肯定是因为这个。去年学校论坛校花评选，你们俩之间的竞争那叫如火如荼啊，人家能不甩你一脸清高吗？哪有如火如荼啊？去年是谁帮我把照片传网上去的？啊？去年你已经搜过我的电脑和手机了，不是我。再说了，我怎么会传这么模糊的照片上去啊？要真是我拍，我肯定拍一个正面高清啊，浴室大图。对了，你说孟逸然那个照片是不是 PS 过呀？而且是 P 了好几天的那种，本人根本没有论坛上的照片好看嘛。他要是拿真实的照片上去，微微，我保证你去年就不会输了。哎，我一会儿啊要去网吧上个网，还有，我记得去年是他赢了呀，他第一我第二，理论上应该是我对他有敌意，他怎么会对我有敌意啊？谁知道啊？也许他平胸。我去，大姐，他一定是……哎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男朋友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告诉我，我立刻改。因为明显你更关注女生啊。微微，别以为我不敢打你。好，不闹不闹，一会儿帮我把电脑拿回去啊，拜拜。还说我呢，你成天跟电脑长一起。听你爸爸说，你打算自己弄个公司啊？是有这个打算。哪方面的？先开发两款游戏。这一局你要是赢了，我就送你一个礼物。你不敢来了呢？我好像没迟到吧？迟不迟到结果都一样，准备好东西供上来吧。开始吧。轮到你了。微微不愧是 PK 榜上唯一的女玩家，简直就是玩虐呀！就是，哎，轻功怎么能操作得这么好呢？哎，那闪避简直绝了，这水平啊，在 PK 榜上才第六啊！哎，不知道第一是谁啊？第一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一笑奈何呀？我好像都没见过他。这名字就够装的，老子当时怎么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名字？芦苇微微，我们再来一场。可以，不过。我现在在网吧，只买了一个小时，那就速战速决吧。按照我们刚才的约定，你赢了这局，舅舅要送一个礼物给你。
这个地方舅舅送给你了。你不是要做一个游戏公司吗？把这儿重新装修一下，初期应该够用了。舅舅，这是你的说法，我没有同意。你还不要？不要。好小子，有志气。我只是觉得，从零开始，更让人愉悦。而且，我已经找好地方了。哎呀，我们俩呀都是基因突变，都爱摆弄这些电脑。哎，你说你爸爸搞考古，妈妈搞历史，你却搞上计算机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跟舅舅真是一路人。这儿我也没有太多的精力打理了，回头啊，你要是不要，我就让他先空着。哎，有没有电话？好。雪滴在我的外套，思念轻痛我的衣角，你给的暗号，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。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走，去你们家吃饭，舅舅给你炒两个好菜。行不行？你有收我的时间，你自己都收回来了。我这不敷着面膜呢吗？我滋滋滋滋，有人敲门，有人敲门，烦死了！来了，快点，小玲，小玲，我中了！哦，谢谢你，微微，谢谢谢谢。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也不知道收床单。微微，你这么晚才回来，是去哪儿了？这还用问吗？贝女侠肯定征战网游去了呀，电脑都是我给她弄坏。啊，对了，完璧归赵了啊！谢谢你啊，二喜大侠。对了，说起这个来，今天我跟贝女侠行侠仗义来着，结果差点被气死。怎么啦？就那个孟逸然啊。孟逸然？微微，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孟逸然啊？怎么没听你说过？我不认识。今天跟二喜去数码店买配件的时候，恰巧碰到他。老板欺负他不懂行，把一个内存条卖了两倍贵。我一个计算机系的，总不能坐视不理吧？你明明帮了他，可是人家怎么说呢？这位同学，谢谢你啊！但是我相信老板是不会骗我的。再说了，人家做生意赚点钱也是应该的。呵呵，就他清高。那我们呢？显得我们特别的斤斤计较，特别庸俗，最后老板都不卖我们东西了。哎呦，微微，你电脑怎么办呀？混浊版本来就贵啊，我想过了，只要回头自己在网上买个电容零件换下就好了。电容零件？
虽然我也是计算机系的学生，但我总觉得我跟我们贝微微同学不是一个计算机系的学生。完全听不懂，佳怡。我真是孤单、寂寞、冷。我早上放这儿的东西呢？谁看见了？你是在找你游戏的小本吗？你知道在哪儿？在这里。谢谢亲。你说你每天都要记录，也不知道你到底记什么。你的人生除了学习、打游戏、记笔记，就不能有点别的吗？不用有别的，我觉得这样很充实。你可别小看他，说不定我以后能成为游戏设计师，就全靠他了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加入风腾公司，或者参与《新倩女幽魂》的设计。二喜，我真是搞不懂了。人家玩游戏都是打发时间，你玩游戏规划人生。学霸的脑子果然跟我们正常人不太一样。依然，我写个稿子啊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好了。昨天帮我们砍价的就是贝微微呀。是啊，就是那个校花竞赛第二名，输给你的那个。她还蛮漂亮的。她哪有你漂亮啊？她长得就是那种特别俗气的，摆在那边像个花瓶一样。如果演电视剧的话，应该就是那种女配角吧，气质跟你没法比。娜娜，你别这么说人家。行行行，我说实话还不行吗？她和我想的不太一样，人还挺热心的。依然，你别被他这三言两语给骗了啊！他就是为了显摆自己懂得多，我们比较蠢呗。应该不会吧？依然大小姐，你呢不要因为自己喜欢上了一个计算机系的就爱屋及乌，觉得所有计算机系的都是好人。别胡说。真的，前几天曹光还拍到贝微微从一辆豪车上下来，那车怎么也有好几百万呢。贝微微才没你想的那么单纯呢。真的？当然啦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曹光，你把前几天拍到贝微微从豪车上下来的照片给我和依然看看呗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在你身后啊。不过你手快，我都没想到要拍下来。删了。删了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？想包庇他？开玩笑，我怎么会看上那样的女生？依然，你听到曹光怎么说了没？相由心生，所以啊，不要那么单纯了。几个计算机系的，我帮你们报名吧。好啊，蛮合适的，反正暑假也要找实习工作。哎，那你帮小玲和思思也报名吧。OK。真被你给修好了呀，以后计算机有硬件问题也靠你了啊。没问题，五毛钱技术随时为你服务。一修好了就上游戏，你简直是视游戏如命啊。该学习的都学完了，该劳动的也都搞定了，这只能说明我的行动力是多么的高效。我去，我就随意说了你一句，你还自恋上了。其实以前我也觉得玩游戏很浪费时间，但自从玩了才发现，那是一个新奇的世界，既有梦想又有天赋，为什么不努力一点呢？
来一下三生石，我们把侠侣解除了。为什么呀？抱歉了，别问原因了，我会给你套逆天装备作为补偿。还有分手费？不用了，我马上过去，回头见。你来了，微微，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，我们过去吧。今夕何夕，明月依旧，爱恨几时休？沧海桑田，阴晴圆缺，缘分最难寻。喝下忘情水，侠侣变路人。芦苇微微与真水无香感情破裂，从此缘尽，各不相干。我还有任务，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这套装备你还是收下吧，就算是我对你的补偿。真不用。结成侠侣也是为了做任务，散了也不用有什么负担。我去日常了，以后有机会再一起打怪。嗯，那好。微微，你还有心思采药？怎么了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你和郑水散了？是啊，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听说他马上就要跟小雨夭夭结成侠侣了。小雨夭夭？你不知道？就是那个幽梦天使评选第一名，人称倩女第一美人呀。你快去官网看看吧，别采药了。我这就去看看。真的散了？我们本来就是为了游戏任务才结成侠侣的，你也别多想了。还是觉得很可惜啊，其实真水人还挺不错的，没想到也会为色所迷。不过那个小雨夭夭的确挺漂亮的。哎，听说小雨夭夭以前的目标是装备评分榜上的那谁，没想到会跟真水在一起。不过前阵子常常看见他俩在一起练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也不怪真水了，微微啊，其实什么？你操作这么强大 ，PK 榜上排第六，而且从来不问男的要装备，又不发照片，其实大家都怀疑你是人妖。哎，人妖？不带这样的，不给看照片就是人妖啊！这个看脸的世界还能不能好了？喂喂喂，你堂堂戏花都这么说，我们其他人还要不要活了？安静点，我正看到关键的那啥，带入自己是女主呢，就被你给拉回现实。恭喜真水无香侠士和小雨夭夭女侠山盟海誓，喜结侠侣。哎，真厉害啊！真厉害！我靠，他们俩。
对呀，我们俩人就开玩笑呢。这一次能包多大的红包？888888，反正我只要888。我现在不禁想到了芦苇微微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啊。哎，芦苇微微，这不是芦苇微微吗？啊！大家看到没有啊？我看到真水无香的潜侠旅站到朱雀桥上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看到了，真的。我看见了，我觉得她的背影好悲伤，看世间从来只见新人笑。哪曾见得旧人哭啊！我去，今儿可热闹了，他可能要来抢亲啊！哎呦，怎么又是火星文啊？老子最讨厌火星文了。火星文怎么了？这是星球骑士。等一下，我支持芦苇微微抢真水，小野夭夭是我的。哎呀，好了，马上。第三者，卿本佳人何必呢？哎呀，为什么这么招摇啊？抢了侠侣，当然要出来献一献了。小雨夭夭不要脸，小雨夭夭不要脸，真的不要脸了。玩家小雨夭夭不要脸，108用语不文明，禁言24小时。那个芦苇微微怎么回事？被人甩了，居然还有脸来捣乱。就是真水，你怎么做事的？那个恐龙肯定是看不惯夭夭故意过来闹事的。我们夭夭都被人欺负了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呀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别怪真水，他也不想的，我相信他。夭夭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这样。微微，你快点！我就上了个洗手间，做了什么呀？让大家误会我要抢亲？我现在要是狂奔而去的话，八卦的群众肯定会认为我是伤心泪奔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昨天不是很爽快吗？而且我也给你补偿了，你自己不要的。同学，我只是来看看热闹而已。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啊，哎，有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满级药师新出炉药品，交易行价格8折起。满级药品啊，这八折，这便宜，这便宜，我要，我要，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先来两个，别过了啊！哎呀，别过，别过，我先来了，别抢了啊！有点秩序，排队，排队。什么时候再卖啊？对呀对呀，什么时候再卖啊？是啊，看心情。哎呀，哎，走了走走，散了吧散了吧，走。哎，散了，走了。芦苇微微，
笑奈何。本府第一高手，一笑奈何。大神偶像，有钱人呢？一笑奈何兄，你叫我。你觉得这场宴会怎么样？难道大神也是来八卦的？很盛大。那你想不想来一场更盛大的侠侣宴会？跟我结成侠侣。雪滴在我的外套，思念轻痛我的衣角，你给的暗号，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，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。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。我们的缘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，只有我们知道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。我们的缘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，只有我们知道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